刚从丹麦搭早上的巴士来到了瑞典的马尔默，路上就看到一间 IKEA， 然后车上人看到 IKEA 之后，全部人都转过去，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，唯一听得懂的字就是 IKEA， 然后全部人都转过去看 IKEA，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兴奋，我们来到了 IKEA 的国度。减少露出面积，现在在下雪中，非常浪漫，北欧国度，可是跟错的人坐来旅行。哒啦，超多雪的。开心吗？看到雪了，开心吗？不会觉得麻烦吗？好爽吗？还不错。好冷哦！好，丹麦有多贵？今天的午餐，今天是瑞典，瑞典有多贵？我们这个餐。300块台币，一个薯条加一个牛排，170克，然后再加一个寿司，然后再加水。今天的战利品，瑞典战利品，一人买了一只白碎呀白碎的麋鹿，然后一条网络上说必买的鱼子酱牙膏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，然后买了一盒 IKEA 必吃的肉丸，耶、yeah。